道这是一个残酷的事情。你会不会把所有的板子都拿在你的手上？因为我们今天来参加那个社群风格名人奖，我们来担任导师，我是担任音乐组的，他是美食组。那为什么他是美食组？来自己讲一下。当音乐好像有点无聊，然后刚好看到那个选项里面有可以当美食这件事情，然后以我自己很喜欢吃美食，而且最近一直在研究健康餐，因为筹备演唱会，所以你知道健身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经济比较重要。所以我大概在这近大概两三个月以来，就是有疯狂在吃健康餐。今天看到那个主题，我觉得我蛮有兴趣的。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公布那个挑战赛的那个主题嘛，其实我觉得那个主题本身蛮挑战的。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主题是什么。对对对，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我们等一下一起揭晓。宰羊，莫宰羊，我蛮期待他会写出，对，会写。虽然不是我在导师这部分，但是我也很期待他。对，其实大家都蛮期待啦，但只是我特别自己。会 focus 在莫宰羊，因为他写词的方式很特别，真的，对，很难讲，对对对，太难讲了吧？我觉得我自己会笑，我觉得自己会笑很大声。好，那感谢两位，好，那我们就准备进摄影棚了。Cool。日本人体验台湾的文化或是吃的东西之类的，
从五号到四最最主要的这很难决定，因为太多老师的东西。哦，好，对，这个就对时尚也有感兴趣，有兴趣，然后有读过一些西方多的书之类的事情，多多指教。欢迎欢迎。是有种浪漫，对对对。我比较特别，就是我是二十几年来都没有吃过肉，就是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吃素。然后她不一样，她是从小就是无肉不欢，但是因为遇到我就开始吃素。哇，对，她好浪漫，对啊。就是到处为大家找素食，到各个城市，然后海外城市都有。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直接来吗？进来，直接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o， 然后我主要在做那个动漫的料理团。一乐拉面。真假的？你要来看。那我想看，那味道好吃吗？我再做一个给你吃。好好好，然后我是花莲的，我有看到几个红米。没有错。然后是老王家的红米。对。酷酷酷。我喜欢听安久。Nice。Hello， 大家好，我是夜市甜点店的拉口，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教大家做一些手做的甜点，然后自己在南港也有甜点，然后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做甜点，最常来做的事情是卖甜点，对，因为卖甜点会遇到很多 OK， 对，所以不喜欢做，但不喜欢卖，我就交给别人去卖。了解，谢谢。这次主题是健康料理，我觉得风格大家也不要去限定，是以自己的个人风格去揣摩健康料理这件事情。我注重就是，当然它视觉上要看起来是吸引人的，然后再来就是它味道是不能为了健康而太健康，然后失去它味道好吃这件事情，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次因为微风有 sponsor， 所以你们如果去微风超市的话，可以打折有优惠，所以你们可以尽量去微风超市。好啊，那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就到那个挑战赛的关键，就是我们要设题，每一组要设一个题，就是关于你们听到有趣这样子，你们想到什么关键字，那写一个题目，就是当做这次挑战赛内容。五家也是一样的，开始。
棒的甜点，应该就是肉桂哦。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题目很好吗？我是很怕他们有一些不做甜点的国家，就是有点害怕。OK， 那我是墨西哥。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taco 卷就是好，不会产生那个塑胶袋，就直接拿手工吃。也能减碳的 taco。我们是印度，就第一个是因为我很喜欢吃印度料，第二个是因为印度很多料理都是我很喜欢的，然后大家可以想料，所以我觉得也是蛮多环保。Nice。因为我要写绿，因为我要写绿，在舒适圈内。像你们想象早餐，就是有白饭，还有什么味噌汤、小菜、鱼或是肉，就是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摆在一起，然后就健康。我们在讨论这个食物，环保、健康料理，我们刚刚聊到哪里去？因为逻辑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发挥的坎坷。谢谢。来 ，Peter， 我写台湾。OK， 你们这两个不想踏出去，因为从小也是吃台湾的食物长大，能吃我都尽量把它吃掉。嗯，非常好吃。台湾你会学哪一个料理？因为我从台南来，所以应该会做牛肉汤，高蛋白质的食物。就是这个意思。要点赞我自己。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板子都拿在你的手上？然后这样之后。我对于你们
们全部人的期待吧，跟这些音乐人一样，就是终究还是我觉得要保有自己的个人特色。我觉得你如果可以把那个变成一个漫画的其中一道菜的一个大元素的话，我觉得说你自己会在这一切期待里面大家标准。墨西哥，交换还是墨西哥？那我墨西哥的甜点，我大概要想到水果馅饼跟栗子饼。他觉得他们动手的东西，它本身就有环保的概念，所以其实水果馅饼也可以用手拿。我刚才想，第一个刚说用手拿，水果馅饼可以。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米布丁，然后是这样打在你手上。接下来进行下一个环节，谢谢各位的那个主持人。那下一个环节呢，我们今天的抢票小游戏，就是两边组别的竞赛这样子。那一个那一组可以拿到十张 SIS 这样子。那我来讲一下游戏规则好了。游戏规则呢，就是吃东西不要吵，大考验。基本上呢，在接下来10分钟内要吃完。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小游戏的环节。我来决定谁先吃，先得到石头。那谁首先好了？第一棒谁？你可以先坐在那边吃，因为谁先做策略？会在前面微笑。都会在上面。
十秒干掉最后一包了。右边音乐队获胜。感谢各位来到这里挑战力比赛，然后期待各位接下来。